我忘摘耳机了。我小时有一次，是我们家那个电梯，因为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房，就是它电梯直到4楼，然后我们家在5楼，Hello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从可爱那个吗？门那里那栋楼门谢进谢你的去，星空坠。电梯只能按4。然后什么鬼故事？就是那个电梯就很可怕，就是很阴间，就是我们家现在就是现在住的那个地方，对，那个电梯就 Hello。很阴间，因为是那种老房子了，对，就是可爱吗？今天那个哪电梯可爱吧，了？里面的那个灯啊，就晃来谢晃谢去，的星空坠，而且就是没有物业谢的那谢种。的应援棒，然后，来可爱了，现在就给是你一般1分钟出去发转言啊时什么间。的，就是小心愿的，就自己凑凑，然后就换电梯或者找头等舱修的。眼睛，对，有时候我会觉摔。得眼睛我记好得肿。就是有一次吧，就是我小学的时候，然后上那个电粉色梯，上衣，对，粉色然是可后爱的。就是下的时候，它是这样，它是三这毛个也之可前爱，是一个哪里洞都可穴，然后它那个。怎么不说我这个可那爱叫呢？什么？就是写着牌已经到看3我了，的新的但是那呢，个就是新的户外，那个电梯很奇可怪，爱就吗？是一楼就是一楼，但是2、3楼是是不是很可可爱？以按，但是它不会停，也是小兔子，然后也对，不会开门，可爱吧？然后到了4楼，然后就是那个你小看兔到子没有？平台，给大家展示我的就户这外，样子，伸不直，救命！对，手伸不直，很有氛围，这样救命，可以伸很直了兴吧？奋，确实。对，好看那吗？一次这就个是户外它可到爱三吗？楼就是很平缓，就是没有那种下降的那种它是感那种，觉，哎但是啊，对啊，这样展示它不就这样好了？傻很不拉平几，缓，无就语是了，像这没样有展下示就降好的了，干感嘛伸成觉，所刚以才那样？我真的是无语了。然后突然但间这样就是倒过来的，咚的这一样，下，就像那个跳楼机咚的一下，然后到了3楼，开门了，好是不是吓很人，可爱？这个兔子，这样就倒过来，你们就把手机倒过对，来看一下吧。对，我没办法因为是倒这过来。样子的，就是。我们家的那栋楼，就怎么说呢？它的2、3楼就是是吧？居民这个可是爱吧？不会开门跟的，衣服很搭哈。因为它2、3楼是那种餐厅、网吧这些，是这样子啊，就我是有那一种天商我突然店，在淘宝，不是淘宝，淘居宝，民区我突然在淘宝想买一个新的护腕，因为我一直都是就用很那像两个，啊，就你是用到这个地方过，一个是那个粉但是色就兔是，子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我是去过黑色两的那个次，就 Hello 是 Kitty 第的，一次小学，就有一我次记我得在说机第一场次在待海过的，淀，对，他到然后3楼我的时就候才搜可爱的护腕，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可爱的护腕的店，他然那个后店里专门卖最可搞爱的护笑腕，的就是我一但是进它去评的时价候，不就是很是高，还有个就阿是没姨有什么人买过。然后我就然反后正就买护了腕好久不没下，贵嘛，然然后后我就下买来，了。结果然他后店里可爱的太不是多了，一你知个道我黑买黑了的，多少个它里护面腕是吗？我买了空的，就七对护很腕，对，震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我的是第不一知次不上觉到3楼是就为买了了这个，因七为对，2、3楼不知不觉，就是网吧，然因后为就真是的都很餐可爱，我厅，就把它然后一是那看到可爱个我就加入出购租物车，车，看到可爱我就加入购就物那车，个然出后。租者就是他的那个很奇怪，就感没觉有，这我个跟你店讲，里我一没有开始加了竞争空十间，多因为个，它十的多竞对，争空然间后面很实在是大，我觉得就我没是有那么多只手，我不就是是，墙上全是水泥，我不是就是，然后还有一些我那没有种那么多首饰的，沙袋，然就后是像在穿我箱就的那种感觉，就很是奇怪。忍痛就是，怎么空无一忍物？痛你们懂这是吗？什么表忍情？痛就是去掉了吓几人！样，对，就是感我觉给你就们是看看，等一到了下，另一个那种平我行去世拿一下。界的那种感觉，就啥都没有，然后就是还是装修的很恶心，很奇怪，因为2楼、3楼商务区应该就是很热闹，应该是正常，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。又可以的那种给你们啊，看看，白天大白天呐、现在就展示我大买白的天呐、七对护腕，主要是一对，这里还有一对，还有那个这个也很可爱，阿姨很有钱，就是好一般搞我去笑店哦，里，我就是喜欢我在不这是里真的买不是一东西，天带一我副的觉意得就思，后我悔是了。觉得都很可爱，我就买了，这个也很可爱，是不是？是很可爱，这不是袜子，这是护腕呢，对，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个我因晕，为医院，这个很可爱，然后哪里小学生了？这个好跟后这悔个买这是东西，一样的。拳头硬。胸前的还有心，一你才次看见最啊？好笑的，对呀，就是，不要你知道说吗？小这拉，个我今天在纠我结是去戴这个呢，过，还是戴这个呢？就对，是接触你到们觉得哪初个更中搭一高点中啊？的跟时我的候，衣就服，是我感觉这个颜色有点老深师了。老师的，
对，我也不想它在我手上那么明显，我就带了这个浅一点的粉色，对吧？就是不是收藏爱好者，是浅色的搭一点是吧？手上的好看，对，这个可能要穿这个颜色衣服才搭，我觉得，对，混搭，厉害，没想到这个不热，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去剧场的时候我贴了膏药，对，哎，我怕我贴膏药大家看见太心疼，太心疼了，知道吧？对，所以我就要挡起。嗯，谢谢你的奶茶。我要修袜子，没有，这是护腕了，对啊，是不是很可爱？等等，还有，就是我一开始是被这个吸引进去，没想到他店里有好多，好可爱，我还没拆呢，我连。确实很像袜子啊，谢谢你的星空眼镜，你看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就是我那个，这个是我那个粉色的另外一款，对，一开始我最开始戴的那个，那个粉色的，对，然后我就买了它这个紫色的，这个是狗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狗，台上没贴是因为，上台不想戴那个护腕，然后就撕掉了。嗯，这个也很可爱是吧？这个就是我那个粉色的另外一款姐妹款式的，这个狗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，哎，真的很像袜子，不是我说，真的很像袜子。这个是长的，对，这个真的很像袜子，是，但它是护腕，它不能当袜子穿。但这个很长，我只觉得很可爱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谢谢你的玫瑰，这个是小蝴蝶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是小蝴蝶，因为它很可爱呀，就买了。你们不觉得它很可爱吗？不可爱吗？长的防晒，你说的对，多说一点。看得出来吗？它是一个长的，这为什么这么长？就是有些护腕是护手腕，有些护腕就到小手臂那了，就是小臂那的东西。对，这个很粉，还有波点，很可爱。不能当袜子啊，这个是护腕，对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真的没办法拒绝，护肘肘你个头啦，对，不是袜子，真的不是袜子，看到没有，这个是很可爱吧，对吧？这个粉嫩嫩的，我也不就可以穿那种就是，我穿那种白色的短 T， 然后再穿一个这个，就还其实还挺可爱的，对，真的可爱。还有这个。这个也很像袜子，我晕了。这个也是小兔子，我为什么买它呢？是因为它有好几种粉色。对，你看，这个是深一点的粉色，这个是稍微浅一点，然后翻过来，对，它又是不一样的粉色。没办法，晚上确实容易冲动消费，我是凌晨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就是突然想到要买的，然后就买。跟膏药做长期斗争，这不是以防万一嘛？对。多买点膏药，膏药很好买，护腕不好买，对。哎，不觉得这个可爱吗？渐变很时尚了，我都想拆给你们看看。这个也很长，这个很长，真的。对啊，不贵，你看，它有四种颜色。我像在炫耀什么一样，拉一拉可以当护膝。不行啊，我腿上应该还穿不上，这个有点短，我腿没这么短，我小腿没这么短吧？我晕，手臂倒差不多，你看，手臂差不多，对，手臂差不多，对。是不是很可爱？我晕，怎么没有人夸这个可爱？我腿没有这么短，没有，你怎么没有人夸这可爱？可爱对吧？不夸可爱我就白给你们展示了。对呀，我自己都没拆呢，我自己买了放旁边，我是为了给你们看我才拆的。对呀，不夸可爱我拆了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可爱吧？嗯。记住我给你们看的每一个，等会我要问哪个最可爱。但哪里没意义了？很有意义啊！我晕，怎么没意义了？啊、嗯。下一个最可爱。那我放最后一个说没有下一个怎么办？等等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只会买粉色？我还买了别的颜色，给你们看看。还在拆，我买了别的颜色，是的，我还买了红色。你看这个，这是不是也很可爱？我晕，这个也好可爱，这个是草莓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很可爱？我晕，但是也好像袜子哦，嗯，不是袜子，它真的不是袜子，它是，哎呀，不是圣诞袜了，不是啊，
没动是吗？不是啊，本命年还早呢，这个只是红色小草莓，不觉得很可爱吗？我晕，这首歌响了，这真的不是袜子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不可爱吗？这个多可爱啊，我本来觉得这个不好搭衣服，但是我都买了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对啊，小草莓，我跟你说这个搭个白色 T 恤很可爱的。对啊，对呀、啊，多可爱！对，可以搭草莓裙子，你说的对。它没有番茄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晕，真的好可爱、啊。对吧？对吧？万能搭白色 T 恤，是的，嗯，可爱。对，草莓可爱死了。对，你就这样回答就行了。对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有点像，哎，怎么真的有一双袜子？怎么真的有一双袜子？我买了袜子吗？我没有吧。到地下了，不是，嗯，对，然后怎么真的有一双袜子？我哎，我怎么记得我没有买袜子的？我买全是裤袜呢。哦，那就是有一双袜子。然后每次我去踩点，对，因为我记得我加了7个购物车来着。然后当时在店里面浪费了很多。好像是买了一双袜子吧？啊，谢谢你的辛苦了，这有一个不是送的，有一个这那这个就是袜子，嗯，这个袜子也很可爱，对吧？是吧？这个不是不能当手套，我可能是看错了，对，但这个很可爱呀、啊，对，没关系，这个很可爱，对。然后还有一个你们想不到的颜色，我还买了一个绿色的，我觉得我不能就是老是粉粉红红的，对，我买个绿色的。但是我为什么买它呢？是因为它这有个小，这是狗还是熊啊？只有在。好，你去洗澡吧。这个。在不熟悉。对啊，护腕的，这是护腕，这熊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呀、啊。这个不可爱吗？这个多可爱啊！对，小熊。应该是熊吧？对，也有点像小狗，是吧？因为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很可爱。就是2017年的时候。不可爱吗？柯基。好像不是柯基。但是它很可爱，因为我看这个头很可爱，然后是绿色的，戴上看看。太长了这个，我给你戴呀，就这样戴，戴上就是这样的。这是熊，对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对，这个吧，当时就穿一个绿色的 T 恤，只能配 T 恤，对吧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好，现在开始问题问了，哪个最可爱呢？哪个最可爱？袜子最可爱，我手上的，我最可爱。你不能就是，手上这个最可爱。都可爱，画拳头不是拳头，我是采访你。对。草莓的，草莓本命年，草莓在这，草莓在这。这个是我今天戴的粉色的，头上这个，哎，问户外呢，你不认真回答问题，嗯，绿的，你喜欢那个绿的，我最喜欢哪个？我都蛮喜欢的，我都蛮喜欢的。然后我就说，上去看看那个房间，因为我觉得都挺好。大厅就是，嗯，黑漆麻的，大白天都不开灯。谢谢 P U R Y 的美人傻。那个前台就带我们，这个确实也不错哈、啊，这个，那确实也不错。出了那个酒店，然后到了旁边，一个货梯，重点是一个货梯，就是医院的那种货梯，很吓人。我现在也觉得自己买的有点太多了，有点就是浪费。然后上去的时候，我没有那么多只手，对。对，好吓人。草莓袜子剪了、啊，你就把这个剪成户外吗？你要笑死我了。笑。买给其他成员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慢慢带。对，我争取就是每一个户外搭出一套衣服。Yes。对，换着带。对，以后当搭配了。一只手带两个，你要笑死我了。这证明，这故事告诉我们晚上不要看淘宝。嗯。这样就容易，就是冲动消费。就是不理智的消费，嗯、一旦不理智的消费，就容易出现一个人一个晚上买了7双哦不6对户外一双袜子倒还好。
就是在打扫那个电梯一开门过去，就是对着电梯的一个房间。哎呀，双轨道对，多买点衣服搭配是的。没有踢双不打折，只是觉得它可爱，其实很便宜的，它就每双就十块钱左右，真的，嗯，这个还不到十块钱呢，真的很便宜的，嗯。怎么说呢？妈妈知道给你打折，笑死。就是夏天七月份的时候，就是感觉没有风扇，但是里面真的很凉快。冲动消费 T 恤我挺多的。我只有一个那种很空旷的那种废墟的那种凉快。这不是，也不想晚睡啊，睡不着然后才，对吧？嗯。是那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那种很凉快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本来今天我不是这个发型的，本来今天我是，你看到这里有个披巾吗？这有个披巾吗？本来今天我是那种。半扎，然后就是上面扎了一半部分在这的，你们想象一下那个发型，对，就是下面是披头发的，但是我觉得有点热，然后就加上去。我没有住啊，无语啊，我只是去看，然后看了一下，然后发现这样也挺好看的。我当时觉得，这样就变成侧单了。看了一个双人房，因为我跟我妈、我爸三个人，想揪不许揪，嗯。这样子就是变成一个侧大马尾，对，好久没扎了，嗯，咋样的好看？我今天问奶黄包哪个好看，他说都好看，嗯。怎么了？就注意晚了，嗯，确实有点痛，我下去已经很严肃的说他了，对。他今天在车上看那个，他今天看那个一点点，他在车上看，然后他就突然对我说，他说我揪你那下是不是很痛啊？我说痛死我了。他说他跟我道歉，对不起。我说没关系，对。我说下次他再搞这种临时的跟我说一声。对，舞台上我都懵了似的，嗯。左领好看，这边吗？确实有点痛，对，是的，嗯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商量这一端，我们商量的是就是后面拿泡泡机的那一段，对，本来前面都是按正常套路走的，是的。那难怪没有人住，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什么，就是说，结果没想到，嗯，没事，下去就好了，是的。阿姨在打扫，就是那个酒。我的泡泡机是坏的，不是。不是坏的，是它就是要摁一会儿才能出来，对。那个泡泡机还是我自己买的呢，对，嗯，是啊，他这个小学男生真的是，嗯，这样是追不到女孩子的，知道吗？太垃圾了，对，嗯，艰险的喜鹊闲置，这个泡泡机是我当时买来那个唱粉色城堡的。但是为什么没用呢？第一是因为它出泡泡很慢，第二是因为我怕我当时唱唱着，如果开始玩泡泡的话，我就不记得歌词了，是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拿那个上，我买了，但是我没有拿那个上，然后就一直放在后台。好奇怪呀，真的，我今天好像在其他舞台经常看到，对，我现在已经放在后台被征用成道具了，救命！我们搬过来之后，就是当时那个酒店就在这里，啊，我幸好没有看到它。你没发现我今天什么不一样？我今天没有贴双眼皮贴，因为我撕掉了。嗯。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窄。对。界限的像是没发现。就是这个角度就没有双眼皮了。我今晚，我美瞳啊，美瞳最近戴了黑一点的美瞳，嗯，有没有发现比以前黑一点？你不爱双眼皮贴啊？为什么不爱？双眼皮贴可好了，还是有，只是没有那么明显，比较窄，嗯，感觉就这边很肿，我的眼皮，嗯，没让你说黑眼圈的事，啊，黑色的就会显得眼睛亮一点，是的。就不一样，主要是我之前买了黑的，也买了棕的，然后就得戴完，最近就戴黑的，下次再戴棕的。哇，真的有吹波波耶！哎呀，下次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公演，啊，我今天才知道我28号在公演上不了，我晕了。
对啊，没囤囤很多，每次就是双十一的时候或者六一八的时候就会买很多，买半年的量，买一年的量这样子。三周后啊？不会吧？我也就是不上两周的公演呢，为什么是三周？对啊，可能最早是九月十号那个时候。为什么要三周啊？20天了，好像是啊，三周了，大家都不认识我，不是。就今天我问老师，我说就是28号晚上的公演我能不能上？他说不能，然后他说，就是上海他们那些成员28号才过来，只有28号晚上才有时间排练，对。我都想说我不排练，不是，我不排练了，我要上公演，老娘要上公演，不排练了，笑死，就是排总选单的舞啊，嗯，排总选单的舞，我可以这么和 staff 说，嗯。每天晚上哭一下，不要这么脆弱啊！对啊，我在想，万一他们飞机晚点回不来了，我们不用排了，然后我就去剧场公演了。对，所以希望他们飞机晚点。上海的朋友们，对不起，我希望你们的飞机晚点。笑死。对。我不知道哎。我也是。到时候再看吧，对。对，今天开始祈祷，今天开始祈祷他们的飞机晚点，我好坏，到时候真的晚点了，就是我毒奶的，嗯。要改成 Saturday 飞机圈的烟雾。对，28号晚上排练，然后29号直接飞，然后我就问老师什么时候回来，对，老师说要看握手会握几天，我说我们还要去上海握手吗？他说不知道，我说那有没有握手会啊？他说他不知道，我晕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呀，对呀，为什么我毒奶成功上不了公演，肯定能上，但我觉得我可能毒奶不成功。十月怎么可能十月？嗯，那我不知道，可能他搞错了吧。反正我也不确定我们什么时候回来。他跟我说最起码到6号才回来，也许还有一场5场公演。你说哪天5场？那5场也只能星期天5场啊。星期天5场我也参加不了，星期天我走了，只能星期五晚场我能参加。对，但是星期五晚场不是已经定了吗？星期五晚场是恩穗的吧，好像是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他说起码要9月6号才拍完。哦，好久呀，9月6号再拍完，那我就只有10号才能上公演。对啊，好可怜啊，嗯，好可怜，我要去外面待好久，对，要在酒店睡那么久，有点难过，你们也可怜，都可怜，是的。但是也没办法，嗯，希望快点拍完，对。
到时候无聊的时候找你们聊聊天哈。嗯，记得多跟我讲讲话。嗯，主要是去的是那种，就感觉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那种城市。不是很多事情。嗯。我真的9月份很忙。不是啊，不是无聊的时候才想起，就是没有你们就很无聊。对。不知道有什么吃的，我好会啊，肉夹馍，还有什么面食？那我倒是挺喜欢吃面的。其实我小时候去过西安的啊，去过，我只记得有一个他们那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蘑菇面很好吃，对，我不喜欢吃羊肉。我吃饭了呀，晚上吃饭了呀。之后就不是这个店，真的想念。哦，你吃饭吗？我不吃米饭，不喜欢吃米饭。对，我去过西安，小的时候，去那吃钓鱼烧。去那里可以一天吃一个钓鱼烧吗？哦，去那里也不能吃了。月底了，救命啊，好难过。那里有海底捞，这样子。马上问我在那边上学的亲戚。回民节，西安和钓鱼烧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钓鱼烧代言人，对啊，钓鱼烧赶快找我代言，真的是。是不是很好吃？你说是不是很好吃？钓鱼烧，有关系，别在这钓鱼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它就是楼啊，它不是那种小区式的，那种旧的那种楼。没有这种住宿楼吗？就是吧，确实好吃。第一层是门面。这几天多吃，也不能多吃，我明天就要吃。我今天都没有吃，我今天可想吃了，我今天都没吃。我今天真的不舒服，昨天吃了那个串串之后，对呀，对，这天不浪费指标，今天整个人都很虚啊，真的没吃，因为就是昨天那个串串太猛了，对，对啊，是好吃啊，那个串串我觉得是挺好吃的，但是吃了之后就不舒服，对，拉肚子，然后今天一上车都听到大家在说这个，对，也不知道是被辣着了还是没煮熟，MC 那两次笑死我了，我也笑死了，我也不知道，主要是我们坐那一桌就是瑞子跟圆圆都没有什么事情，对，食材啊，可是也有人没有问题的，对，可能川渝人的肠胃比较坚强，是吧？好吧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对嘴。我没有吃药，今天才搞笑。今天姐在后面就说昨天拉肚子的人过来领药了，然后他在那发药，对，他怕我们就是等会跳空也撑不住，大家全部下来，笑死。他在那发药，然后真的在那说谁要药，然后后面就此起彼伏的我姐姐我要，对，然后。
我也拿，但我没喝，对，因为我不想就是喉咙里都是药味，我不想喝，对，嗯，然后对很画面感，就排队在领药，姐姐就很像那种就是那种就是那学校里的医生一样那种感觉，对，笑死。然后另外一个姐姐就说，她说你们这些领药的都给我写检讨似的，写下次我再也不在公演之前吃那个串串了，对，笑死了，太搞笑了。精髓，今天我们队在后台特别的，就是像以前都是在后台，就是非常的就是活跃的。今天都没有怎么活跃，今天大家都在那，就是一副那种就是很蔫的样子。对，是的，就看起来很可怜。嗯，都是这个串串弄的。嗯，对，全都瘫了。我的雕塑到了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对。我的雕塑很好笑。什么？我昨天真的没有吃，我昨天真的没有吃，我对火锅丸真的没吃冰淇淋。激到不想出来了。然后我上一次下去拎的时候，我说这什么东西，然后一打开，怎么吃坏肚子啊？说的就是昨天那个串串。嗯。昨天喝的什么？昨天喝的龙眼冰，对，但是跟龙眼冰应该没关系。我是那个串串，我不行，对，嗯。矿泉水它不会引起什么，所以就不说它。对，我昨天火锅完，我只喝了矿泉水，啊。我发现那个马蹄龙眼冰不是很好喝，对，那个马蹄我不喜欢，啊、嗯。圆圆有在吃啊，也有在吃啊、嗯，但是说好吃啊，嗯，我也觉得可能是没煮熟吧，啊、嗯，没有熟透那种感觉，嗯，哎，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今天冰冰才搞笑，冰冰说他昨天逃过一劫，如果他不是昨天过生日请吃饭的话，就也跟我们去吃了，对，嗯。瑞子也吃了，但瑞子没吃多少，嗯，都不是，瑞子没吃多少。我今天又炸毛了，明显吗？还挺明显的吗？看没，这上面。每次扎这种大毛，我就会有半扎，上面就开始炸毛。明显啊，你看。这些就是小碎发在这儿，真的，你看这里都是，这里也是，就开始炸毛。你看这里的短头发，看到没有？我晕，头发太多的烦恼，其实也还好。我现在就是自从看到夏米航头发，我也不说自己头发多了，对。完了，又想打喷嚏。没有，不是小蜂蜂，真的，我现在已经不算头发多了。你替我打了，我想自己打。然后，谢谢。MFASPIC 香水。今天 NSL 的时候，我本来真的我全程我都没有笑的，我连做那个就是
我连做那个就是那个石峰还能出击那里我都没有笑，你知道吗？我实在是我一直在很严肃的，就是忧伤，很严肃的忧伤。然后直到我蹲下来，我听到很多啊，真的假的 ？Oh my god！ 我跟你说，直到我蹲下来，我开始做那个，就是直到我朝向那个方向的时候，我正在很认真忧郁。突然有个人，我给你模仿一下他表情怎么样？他把口罩摘了，他这样的。他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们不小心对视，他说，我给你看，本来他在看我，本来在认真看他这样，他这样了，我当时，我幼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，真的，他是那种啊，真的很过分，真的太过分了，不然没拍到我在笑，反正我真的忍不住了，真的，我有。觉得好笑是因为被他逗笑了，然后好笑之后又有一丝心酸，真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我很难过。对啊，我就是你实在忍不住你笑我能理解，但是你笑到低头真的我有点就是真的别说了，我现在觉得不好笑，我现在觉得很伤心，有被伤到，真的有被伤到，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吗？对，今天居然还有人笑，真的太过分了，就是我望向那个角度的那个人，真的，关键是他没忍住，他也，我看了一下，就是他们那个笑度，就怎么感觉，笑到低头就是有点过分了，对，发自肺腑，对啊，都输了还笑，真的太过分，气死我，像警察一样，不是，是因为我正好看过去那个方向，我好不容易敢看人了，好不容易，真的好不容易。别说了，现在很伤心，太伤心了。下次还敢看吗？下次，我反正以后 NSC 要跳很多场，对，我努努力哈。对，比较强烈，是吧？这扭太过分了，王子欣扭太过分了。肯定还有啊，这 NSC 跟不锈钢就是会替换着来的，嗯。我真的，我今天都晕了，真的晕了。真的晕了，我觉得我今天跳没昨天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今天跳的没昨天好，我昨天还知道这里怎么扭的，今天我都忘记了怎么扭是吧？我扭的停顿了，我很是懊恼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。今天比昨天放松，那是第一天比较紧张，第一次总是这样子的。嗯，是啊，夏瑶别切我镜头，今天夏瑶没切我的镜头吧？今天夏瑶没有切我的镜头吧？对啊，我昨天夏瑶可直了，今天夏瑶也是很直，那就好，希望以后夏瑶都不要切我的镜头。我真的我腰很硬，现在腰很硬，是的，嗯。最后看出了人衣服的动作，说的我都想看一看，我真的有点好奇。硬如钢板，我们侄女是这样子的，嗯。你就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就是如果是那种不透明的柜子嘛，你就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。今天分词切对没有？看一下。但是灯条就是连着一起，就是它不会。今天分词好像切对了，是。我们坐在上面就是很空虚的样子，我晕。卡了。我这样肯定会对比强烈的，没关系。骄傲，好吧，就是。人嘛，要承认自己的缺点，对，总有不足的地方，是的，嗯，开始给自己，我看看有多震撼哈。
然后坐到我的那个你说到这，今天有个人翻牌很过分，今天有人给我发翻牌说，宝贝，你的胃部是真的在有动吗？我只想到这个翻牌，我看我的胃部，我确实有动啊，但是你这样讲也真的很过分，真的。哎，你说我天天都在被我的粉丝伤害，我晕了，真的，这句话真的，对，我晕了。跳挺好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关键是他跟我说，宝贝，你的胃部真的有动吗？我也是全都硬了。起码喊我宝贝了，那我还应该值得高兴哈。我就回拳头硬了，不然我回什么？怎么好像失去你焦点，不再是你话题的重点，翻来覆去彻夜难眠，是否悟出了底线？不敢说也不敢直视你的脸，对你说的话还有印记，就算转身也不曾忘记。没想到这个就要拍我跟李敢。确实啊，王姐牛得太了，嗯。啊，今天确实镜头很多，啊。嗯，是，今天状态是比昨天好的，昨天太紧张了。对，今天起码没笑场，怎么才看起我的手了？我的手不短，我晕，我手不短，我手可长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原来大家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大家最后的动作，这样下去之后是往上看的，只有我一个人是低头的吗？我看奶红包每次都瞪大个眼睛这样，真的，昨天也截到他那个，瞪大个眼睛，对，昨天也截到他在这瞪大个眼睛，看到没？没想到是这样子，我以为是低头，真的，我以为是低头，没想到他在瞪大个眼睛，我跟他同样的动作，我真的是。好吧，下次我就记得抬头了。果然人还是要看录播，不然不知道跟别人就是有什么区别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不会拍我的了，最后的镜头我就直接低头。好的，知道了知道了。我在憋笑，没有，
我今天没有笑，我今天很认真看地板，我甚至都在研究地板上有没有脏东西了。对，好的，反正今天还真有个缝缝。哦对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买了个新眼镜给你们看看，就是我忘记跟你们说，给你们看看我的新眼镜。可爱吗这个眼镜？就是比较圆，好像有点大了，有点大了。对，它是圆圆那种，嗯，就有点大了，嗯。这不会掉下来，不会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，就是这样显得也小，可能。对。颜色很深吗？有我自己的确实要，我看我自己的在不在这，不在这。哎呦，自己的不在这。对，我隔远了，我发现这刘海中间有一条缝，怎么了？他是想入终身还是怎么？无语，好不乖呀、啊、这个刘海。强迫症看好难受。这眼镜可爱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这样子，我是之前就是我问周香要的链接，对，我说你那个圆框黑眼镜在哪买的，他就给我发了一条链接，他说这个非常好，就是素颜神器，什么戴上可以挡住眉毛，挡住黑眼圈，是的，而且非常可爱。结果发现他根本挡不住，是的，他只能挡住我的眉毛，但是挡不住我的黑眼圈。我想周山眼睛有这么大，对啊，黑眼圈在这可以挡到这了，我晕了。嗯，我感觉跟他戴的不是太一样啊，是的。因为他经常素颜戴这个眼镜就直播了，是的，觉得没有他说的那么神。直接挡不住黑眼圈，狂粗的像特效，真的。下次素颜戴这个试试看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那没办法，怎么不会素颜直播啊？会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磨皮很不错的啊。素颜涂个口红，再涂点腮红就能直播了，嗯。真的，真的。这是三大狗，那没办法，就是每天睡不好觉就是这样。嗯，直播卸个妆，不要，哼，不是素颜不看，好，那你别来哈，你别来。今天这什么造型？今天可爱的造型。嗯，好，知道了，会早点睡的。嗯。是睡不好觉，不是不睡觉。我也想靠一下，借我靠靠腿子，借我靠靠腿子哥，靠这边。好嘞，昨天找不到我小腿子可怎么，原来发现被我这个了，我长得就是有点看不清弹幕，其他还好。
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挺棒，好长，对，对，这歌是很长的。没有，这是他的脚。看不清大幕。可以晚安了，不，我不要这么早关，我起码，我12:30的时候再关吧。你们看我睡觉也得看半个小时，不能那么早关。我感觉我没播多久了，看我睡觉看半个小时，你们就晚安。我没有真的要睡。哎，这个可不可以近一点？我把这个挪近一点，我真的看不清。来，危险！好了，近了，这样我就看得清。好了，这样看得清。不是，真的太远了，我看不清了，现在就看得清。我今天也觉得，就是我的脸画太白了，嗯。对，这是陪我吃螺蛳粉那只，嗯，黑色美瞳很好，嗯，棕色的也不错，嗯。这个是一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是一，对，同生共死过了，对，就是同甘共苦过了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同甘的时刻哈，我只想到苦跟死。好惨的噗噗，嗯。没有味道是。别乱说，他没有味道。当时在天台那个散味散得很好，没散到他身上。是我最爱的，确实。我看以前还有什么歌，是有浪。那是瀑布的千秋乐，也是我的千秋乐，是的，嗯，它没有味道，没有，只是那天担心它有味道，嗯，有味道还留着嘛，留味道我会选择先把它洗一洗，然后洗了还有味道我就喷香水，如果还有味道的话，可能就只能忍痛跟他说拜拜了，对，嗯，就抢救一下，嗯，不会先放弃的，对。草莓熊它不是一直都有味道吗？好，早点休息，嗯，晚安。我跟你说螺蛳粉的味道，对啊，草莓熊就是有草莓味啊，对啊，它没味道也不会丢它呀，为什么要丢它？它没用了就把它丢掉了，这个狠心男人，丢什么？丢宝没有？你说昨天跳关不掉的丢丢吗？他还在我床上呢。哦。蛮合适的哈，粉粉的。裙子比我帅气。我宝宝太多了，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就留在这儿，在这里，在这儿。他现在跟我也挺搭的，很显摆。你要向我学习啊！
随便你，你说是就是了。那个兔子叫丢丢，这个叫不丢，对。他笑太甜，嘴角跟布丁狗一样，一样吗？嗯，好像是一样的啊。果然就是人嘛，就是会喜欢一种类型的东西，对。就像你们有些人啊，喜欢小偶像也是喜欢那一个类型的，对，都是丢宝。对吧？有些人就喜欢那种，对吧？这种可爱的类型啊，是吧？嗯，有的人啊就喜欢小偶像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，对，是吧？干嘛打问号？对，是真的呀。比如我就喜欢那种跳舞很元气的，对，嗯，我喜欢那种跳舞很元气的小偶像，嗯。不知道你们呢，对吧？你们喜欢的小偶像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质呢？嗯，你再说你。没有钓鱼啊，就是聊一聊。怎么还不能聊了？嗯。没有门啊，真的。喜欢不吃饭的，喜欢不爱吃饭的，那你真是喜欢对了人啊！你这是，你让我回什么好呢？这句话真的。喜欢吃钓鱼烧的啊，我突然该回什么好？这样好一点。刚卡了吗？还是怎么？现好了吗？好街头徘徊，下雨时为你撑伞，对你的爱成阻碍。他想躺着吃。对，还没睡，怎么还这么期待我睡着了？哎呀，想补个口红，口红不在这。对啊，明天周一了，要上班了。怎么没有人说我？啊，对，我还没给你们看。就我今天抱抱是不是很可爱 ？Hello Kitty， 然后它是牛仔的，就很配今天的，就是牛仔裙，是吧？是不是很可爱？还有蝴蝶结，对。哪有？就是很可爱嘛，这个，然后还有粉色的刷刷。我也觉得好像小学生，我晕，但他很可爱，对吧？嗯。对，很可爱。这不是裙子，真的是吧？真的，很可爱，对吧？是不是很可爱？我晕。等我下次给你们分享一点成熟性感的东西啊。下次一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。我有吗？我会有的。对，下次一定是的。下次我要分享给你们东西，肯定让你们哇哦！对。
好的，我必须是。对，下次一定，下次我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，大家肯定哇哦，没想到，对，害怕，别害怕，没有我要退钱，怎么没给钱，真的是，豹纹短裙，再等两年，哎呀。谢谢谢谢大家休息的好好心态，怎么两年就人没了，真的对，现在镜头前面全是可爱的东西，我甚至找不到一件就是成熟一点的东西，确实找不到，看来看去都找不到啊，什么什么什么钓鱼烧没有啊，确实找不到，旁边只有药，你觉得就是你们觉得布罗芬算成熟的东西吗？嗯，谢谢你们，最成熟是眼镜，确实旁边没有什么成熟的东西，对，吃饭算成熟，那我是挺成熟的，自我评估，一天承受一顿，哪有？就想到今天的那个2024，还是很痛，好痛。但是我两个星期不用公演，不用再痛了。突然因为这个很开心，是的，太痛，真的好痛。2024后面有滚的动作，哪里啊？说哪里啊？后面有滚的动作。主要真的好痛，真的，我每次真的，我感觉这个真的，如果每个星期都这样跳下去，每星期两场，我感觉要久而久之要成为工伤了，真的，要成为工伤了，真的，你知道我今天真的，我今天，今天真的真的很痛，你们不懂真的有多痛，太痛，真的，真的，啊呼你个头啊，我真的是，真的很痛，你们不懂。有半边屁股痛的那种忧伤，你们不会懂的，你们不会懂的，太痛了，真的好痛，痛死了，膝盖痛了，真的好痛，你们今天知道就是知道哪里很痛吗？就是那里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去抱张馨予的那段，真的很痛，痛死了，不知道镜头有没有拍到，反正在现场的肯定看得到，对，对，转一圈，然后不是单膝跪下，而是转一圈，然后去抱他，对，多吃点，现在垫个假屁股，先认真观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所以你要没看到，我可以找给你看，太痛了，痛死了。要找一个带你们看一下，真的好痛，来了来了，就这要开始滚了，
就这里，就这，看到没有？太痛了，真的好痛！我现在看了我都觉得很痛，我每次转一圈起来我都要迟疑一下，真的好痛，太痛，太痛了。对，就是那滚的地方，真的很痛，就滚得毫不犹豫。但是你如果滚慢了就很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得跟上大家的步伐，但是又很痛，然后就得真的是抱头痛哭，真的就。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悲伤情绪一下就能来吗？因为真的很痛，太痛了，真的很痛。我怎么感觉垫个假屁股也没有用？真的好痛，救命！真的好痛，太痛了。关是我那里还不能不滚，我不滚的话少一个人也很奇怪。对，大家都很痛嘛，但是我没有听说他们很痛，对。只是我一直在说很痛，真的很痛。还有一段也有跪的。这里也是，这里也很痛，这里。你看这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杨宇。不是把你截成这样，这里也要滚一下，好痛。这里我每次爬起来我也有点懵，真的，这所以每次镜头切到我，不要切我这，我每次这都很懵，真的很痛，真的。你知道就是刚跪下，然后又翻一圈回来，翻一圈回来，用的都是右边屁股，我真的是晕了，他好惨，我右边屁股好惨，真的好痛啊，真的太痛了，真的很痛。对呀、啊，滚得好快，头都昏了，我也昏了，哼，好痛。太痛了，还有一个那个聚变链那里也很痛，聚变链那里每次，我有一次起来我真的懵了，真的，聚变链那里也很痛。这里，给你看，这里，就是第二排往，你看先往后了，然后第二排开始往前滚了，啊，这也是右偏屁股，我真是醉。看到没有，好痛，这就是我整场公演最痛的三个地方，太痛了，真的好痛。你们看到了吗？什么叫借力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借力，因为我的手没力气啊，我怎么借力？我用哪里借力啊？用手撑着更痛，我觉得用手撑着更痛。对，手真的一撑就撑坏了，很痛。你知道这个地方看到了吧？你知道每次 ZN 的时候不是有个就是要这样子跳在地上，然后再转过去爬起来那个动作，我根本不敢用手撑，因为我手没力气，撑了就会很痛，我都直接靠我的膝盖撑着起来的。你看是哪里、啊？这里。这里。马上就要做了。对，就这跳下去，然后翻过来的时候，对。这里翻过来，对，我根本不敢用手撑，你看忘记用手撑了，我根本每次都不敢用手撑了，因为用手撑会很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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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能用膝盖撑着。你看忘记用手撑了，对，你看他就会用手撑，我没办法用手撑，太痛了。对，一阳指，那我肯定也不行，脚蹬一下，我就是用膝盖撑着。等哪天脚又开始痛了又不行了。所以这场公演就是，就是难，就是强度真的很高。对。手撑着起来是省力，但是我手撑不动。在练武术，练杂技，不能放弃。你在这条公园里滑雪会很明显的，就大家都很努力的跳。我看他今天有没有，对，越到后面不，主要是痛是痛在模范生啊，不痛到2024那，我觉得这边都对比2024好一点。
对啊，前面四首歌是那种，我看他今天有没有切大头跳起来，巨变烈的大头。他上一场没有切，我看到了，上一场没有切。对，可能哥哥看我直播了，他自从那个自从我说那次以后，再也没有这样切过，再也没有我整个，再也没有这样子了。对，好可惜，哪可惜，很好笑那个镜头，好好的就是，不要，没有比较好，对，哪可惜，就是这样挺好的，不要再切。不要再切，拍照特写镜头，真的是谁要那个特写镜头啊？我就随口问一句啊，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想看的 UNIT 呀？啊，就是到国庆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可以跳一跳不同的 UNIT， 对，问一下，反正还有很久，对，国庆的事情，咱们讲点正常的，风格限制没有啊，随便说啊，我也不一定会跳，对，开车，那就公演，我想跳什么类型的？因为要就是报两个，对，就是跳不了新公演的歌，嗯，跳不了那个，就是因为新公演要半年才能跳，嗯，都可以，几个人都可以，嗯，几个人都可以，嗯 ，solo 也可以，几个人都可以，你找到助演就好了，嗯。因为两场想跳不一样风格的啊，想跳一场可爱的，一场不一样的风格，对。但是如果想不到什么很适合跳的那种不一样的风格的话，也有可能是两场可爱的。对，我就参考一下，是的，嗯。看到了。其实我最近比较喜欢那个，我最近比较喜欢那个 Luna， 你们知道吗？嗯，就是机队的那个，嗯，可能是因为就是韩月唱的好，很好听，是的，嗯，对，我最近很喜欢那个，对，嗯，但是我觉得那个确实舞蹈有点难，嗯，不是唱歌，跳舞，那个是跳舞，嗯。我觉得那种就是非常适合放在升旦或者拉票的时候，对，嗯，嗯。哦，对啊，对我还没跳过一体同心呢，上次那个 CG 外我本来要跳的，嗯，确实有点遗憾哈，想一想要不要跳。拉演员在跳，对，我们排都排完了上次啊，你们想看吗？如果要跳的话啊，不，你们想看吗？看的话，嗯，对啊，不能浪费学的舞。嗯，还记得舞扇子，我，哦，天，练了好久了。嗯，对啊，我应该很少跳古风，我甚至没有跳过古风的，嗯，到时候看哈，对，到时候再看，如果有别的想法的话再说，嗯，嗯，我跟他肯定不跳兄弟吧，嗯，
希望不能白练了那么多天扇子，我还记得那个动作。对，单手开扇。嗯，那不废话，我还找船外的啊。船外的歌不能跳。嗯，这首当然算其他风格，算。还早，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想，嗯。哎，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今天我就是真的，我平常很少看班群，今天我看一下班群，看到班里在说，就是，如果要，就是不回学校同学填一个什么那种回，就是。不回学校的就是那个就是表格，对，就是不返校的表格，对，那填了表格是不是真的就不用回学校？对呀，就不用回学校。嗯，对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笑死。对，填一个表格，就是不返校的同学记录一下，对，对，然后就不用回了。我天，了不起，我终于熬到这一天了，我终于熬到这一天，对，然后我马上就填了，对。对，我本来人都还很困的，我看的时候，我马上起来，我把它填了。终于熬到这一天了，太不容易了，终于熬到这一天了，没有课了，大四没有课了，对，嗯，不是不能返校，就是可以不返校，嗯，真的没有课，没有，应该就是去实习了吧，对，太不容易了，对，第一个写上写自己的名字，对，谢谢的喜鹊写的知，对。熬出头了，是的。学分啊，学分应该够了。虽然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查到成绩。再放首歌就关了吧。嗯。还没有准备，还没有准备毕业呢，还要到明年还要写论文。看着我毕业，看着我长大，好。没关系，明年再想那个论文的事情。怎么夜晚散发负能量？什么叫大四一过，余下人生都是苦难？嗯，我为爱女大学生，那女大学生毕业了怎么办啊？女大学生总会毕业的吧？你怎么像一个就是臭男人一样，永远喜欢十八岁的女孩子？怎么回事？这样讲话不行啊！为爱女大学生，我全都应了。你这样讲话不行啊，真的是。不会考验，看下一个女大学生。哎，你这样就是很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哈，不能这样。这样不好，渣男，渣男，我为你言毕，我全头硬了，那不行，你不能这样自私的绑住我，不可以，我要毕业的，我是要毕业的 ，no no no no， 永远都有新的女大学生，哎，你这样讲话是要被抓起来，我跟你说，哪些女大学生还没毕业？哎，怎么就开始物色了是吗？我真的全头硬了。你看我说吧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喜欢那种，哎，这首歌放完，这首歌怎么这么短？那再放一首吧，他自己放的恶作剧了啊、嗯。谁要永远都是大四啊？不要啊、嗯。对，我恨不得立刻毕业。真的，你们好。你们就跟我刚刚说那样，有些人啊就喜欢那一类小偶像，就正在读大学的 小偶像，对。笑死我了，我要放弃。你最好是韩。对啊，大家喜欢这一类型的小偶像，对。女大学生真的好，为什么？
好像在说话题。我毕业变成唯爱毕业的女大学生，别再说，我可不想回到高一了，不要了。大学校像好骗，怎么了？女大学生这么好骗吗？啊，我们女大学生也是很有智慧的，好吗？啊，不要看不起我们女大学生。我哪有骗你们，我晕了。高一怎么了？高一不好，喜欢有毕业证的女大学生，人家有毕业证了，就不是女大学生了，对，需要有文化的人，可是我没有文化，我只能背出来三首古诗，对，我只能背出来三首古诗，分别是《鹅》《静夜思》和《悯农》似的，我只能背三首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只能背三首，不算有文化的人。对，我是怎么毕业的？就是这样毕业的。喜欢只能背三首古诗的，哈哈。听到这个描述也不是很开心的，真的是。小学生，我不是小学生。编辑成本已经不会算了，对，只知道定义。喜欢过四六级了，那四六级很早以前的事情，对，只能数到三了，那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哦。光荣的学士了，是的，到时候给你们炫耀一下我的学士证。我昨天唱英语歌不好听吗？哎，能不能说点优点？喜欢怎么样怎么样类型的女孩子？能不能不要提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真的是，毕业证的照片，哎，还没拍呢。哦，毕业证照片上次好像拍了，那个信息采集的时候拍了。怎么说呢？那个照片，算了，不说了，算了，不想再说。没听过这么好听的，你真会夸，像闭着眼睛夸一样。不挂科，我挂过，我没有公司照，是当场去拍的，对，刘海要掀的那种，化妆了，化妆了，什么14岁就挺非主流，想看没得看，梦里看，大家快点早点睡，梦里看，好了，就这样，关了，关了。拜拜。画面很卡通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我现在真的，我现在觉得黑色美瞳真的不错，眼睛亮亮的现在。没事，你们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呗。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，说不定可以放一下。对，对，眼睛黑黑的，对吧？不错。对。哪有骗你玩，我是让你们慢慢玩，是吧？真的黑色美瞳很不错的，对，这是别人翻唱的。没有，它就是黑色的。对，主要前面那个灯看起来很亮。好像真的是啊，最后三首，好的，可以慢慢说，就是晚安安安安安安，这个安不出来。对，现在我的头部黑了，眼睛黑了。姐姐的星空我追，我上次昨天吧，昨天做造型的时候，我说我想染头，姐说想染什么头，我说我想染一个那种金黄色的头发，对，我是昨天不是穿那个黄色的公主裙嘛，对，我说我想染个金黄色头发，姐姐说拉倒吧你，你染了肯定很丑，对，她说你就现在这个头发好看，对，她就不许我染，我晕了，对，我说我就想染，因为我不回学校了，我就想染一个金黄色的，她说你肯定不好看这样子，对，她说你就适合现在这种巧克力色或者就是棕色，对，可想染了，我跟你说，
他说你要是真的很想染的话，你就去戴假发，对，干嘛要染头发折腾自己的头发，嗯，他直接让我戴假发，他肯定也不会让我染粉的。姐说的对，我还好，我不是很想染蓝头发，我觉得就是我最想染的是粉的，其次是金黄色的，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金黄色的头发穿洛丽塔应该会很好看，嗯，然后他就说你不可能每天都穿那个吧，我说那也是，戴一下假发试试看，好，我下次就戴着假发上公园，看会不会热死啊，不是。下次试试啊，嗯。你直接把字给拆了，我也没看懂一开始。我要带，我肯定不说啊，我就是临时的那种，对，嗯。说了怕你们期待太高。要是我肯定是自己先戴好，要丑的话就不戴了。对，啊，你最近好喜欢说哦是吗？啊，好，我会早点休息的啊。泡炸的，换颜色假发戴，那得买多少顶假发？啊，不用不用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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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送假发。不要，没事，我可以自己买。是的，送假发好奇怪。对，对，我自己买吧。对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送的可能就是我不一定会戴，我自己送的可能我花了钱，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戴一下。对啊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让我自己来。对。他居然还有一句，我还以为他唱完了。别买七个，不会买七个的。嗯。对啊。我想买个一边粉一边黑的，对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人染头是这样染的。之前我在我们学校就看到有人染了一边黑的，一边红的，就从中间分开的双马尾那种，这边黑的，这边红的，哇，可酷了，真的，了不起，是的，哪里杀马特了？很酷，你不懂，对，你不懂，很酷的，嗯。我没有说我要来一个，我只说人家很酷，对。对啊，那个很好看，很拉风的，就是可能上课容易被老师抓到。哎，那个两个颜色头发的人怎么没来？对吧？讲起染发，就像你们就像那种就是，那种就是很古板的那种长辈一样。不要染，不要染，黑头发最好看。不要染，不要染，不要染，黑头发最好看。啊，棕色也不错啊。不要染那些奇奇怪怪的颜色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们就是在我眼里就是这样子，我也。好的，对，就这样。最好是很期待，是的。粉黑双拼，好，就这样，关了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早点休息。